为什么？可能因为它是量产机。量产机应该也可以。他不像不想跟这里的工程机配对。有可能吗？我这怎么也装不上了？开发人员选项。哎，有的手机它的 USB 调试就是打不开，我操！你打死它，它也打不开。要不你也恢复一下。这个回。